但越来越等待干妈买了两套的保暖套装，咱俩回去。妈，哎，啊，给拿啥？保暖套装，这天不是越来越冷了？再说你给我买那个，不是让黄黄那个里头也是保暖外边那个，挺好看那个，还有的，你要破费给我买一个这个。哎，穿吧，这个挺暖和的。我跟你说，俺母亲俺娘，然后俺一直都在穿，我看。挺好的，然后我给你也买一套吧。你娘呀，挺好。你不是说你也说给我买的话，我这身上也穿不错。你光买这个，你看里边穿这个，这都细细啊细的，薄啊薄的。你看这里边都是加绒的，都是。你看里头都是毛毛的，你看，嗯，可暖和的。这冬天冷了，然后你穿身上，它都是那种发暖。嗯，人家你去试穿一下的。你那护士姐姐，这搁哪冻着，特冻着了。穿身上可光溜的，叫我可得劲了，舒服的，是不是？嗯，又暖和，又光溜。俺这穿身上都是那种暖暖的，是不是？哦，你看，身上里头吧，你老年一冬天穿这样的那个东西装呗，不紧身，不累身，那个又光溜，又可得劲。穿正装，你看后边，就是好看。嗯，离人家多少尺？这就30多块钱呀。没一个30多块钱一身，这个我一个去，凭我在地下铺店买了还好的，穿得劲儿，一松，这个穿上，这个穿裤子穿上，穿着就没一松就松劲儿的。对，你看家这个都是你看公园设计，家当设计，你看家，因为这上岁数他都愿意穿个当大的，当大的，对。那张穿上蹲着这估计啊来回得劲儿，就腰这也不露腰。哦，你看，乖乖，你看，再胖点我也能穿。那肯定是不来的。嗯，还有这个，你看里边有好几个花色嘞，这是真挺好看的。嗯，红花花绿的。你看娘母娘家一直都在穿，年少都在穿。你是看你娘穿舒服，好得劲来，又给我买一。对，你要是穿惯这个了，你再穿别的小衣小裤的，都穿不得劲来了。那可是你要穿裤子，你看可舒服的，得贴身穿是吧？我这链子光溜溜是呗？对，又软和又光溜。嗯，链接放下方小火车上，喜欢的姐妹们，然后可以去给婆婆，然后给妈妈，然后拍单，自己也可以穿啊。对，像咱这俺这两年就最愿穿这样舒服衣裳，又宽松又暖和，还、又光溜，挺得劲。